挑战打响指，打多少个就是多少钱美食。说到手指功夫，你们肯定想到那个男人，打响指世界纪录1分钟296个，比灭霸还狠。日本小哥藤村销魂表情就破纪录了，还靠这门手指绝活找到了女朋友。看来这藤字辈儿都是金手指，这响指可不是人人都会打。如果你能打响，那恭喜你战胜了全球68%的人。那每打一下就是1块钱，超过100下就能抽3张特别卡。一分钟挑战开始。时间到了，125下，真是力气活，手指头手腕都贼拉酸。用小哥的姿势打，速度是快多了，但是腰也特别酸。你们说这是为啥呀？抽卡，3张。哎呀，给力！哎呀，我去，算一下账，能吃顿大餐了，整饭去。我刚才看见一个咱小时候经常吃的美食，那是贼香啊，得整一个。112.5块，玉兴的纯肉烤肠整2包，老 baby CU 特包肉，顶配的凹脆牛肚火锅，法香猪肉脯，一股微甜的纯肉烤肠香味儿迸发出来啦！20多年没吃了，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，太香了，兄弟们！味道秒杀火山池烤肠这些玩意儿，除了贵没啥毛病。猪肉脯也是甜口的啊，还挺有嚼劲儿，口感贼拉紧实，好吃。自由岛猫肉一天不吃浑身难受，顶配的牛肚火锅趁热吃，够爽够脆。麻辣味特别地道啊，爽死了。 OK， 那本次挑战成功，兄弟们点个赞支持一下，拜拜。全新的